天然的、啊。我哪可能用那种东西？对，像一个西班牙。三杯可以了，三杯。Really a free shot of lemonade. 啊？阿莫。可是你照相。你跟他照一样，就是第四杯。第四杯。我跟你讲，放在 YouTube， 我可能有10,000,000个点阅率，我可以分你100万台币。你他妈，你那么屌！他讲讲脏话。没有，他每次他都多。你他妈那么屌！没有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。你们每一次聊天，他在喝多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怎样的时候，他会讲他妈的，然后他不是在骂。我没有说，我不介意 ，OK。你又给他一杯，又喝一杯。你们再喝好不好？为什么可以？这么酒精？这个新鲜的。这个不算钱的。我每次都叫新鲜的。有没有算钱的？没有了，要算。还再一杯。要算已经1,000块了。一千块一个 shot， 一千块一个 shot， 你们 do it？ 没有，不是一个 shot， 它等于三杯是一个 shot， 等于250。Oh my god， you can do it again？ 起 ，yeah， holy shit， you fucking crazy man， damn juice， 后来喝酒了。